孟子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习近平洞察世界之变，回答世界之问，基于天下大同的中华文化传统，以及人类未来的深刻思考和人文关怀，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发展破题。我们要深化命运共同体意识，让彼此越走越近，而非渐行渐远。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止。从参与全球重大会议到组织国际重要活动，习近平多次发表演讲，持续阐述并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引领国际社会的认知不断走向深入。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坚信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让我们坚定信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让更多的国家越来越认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共同价值，也更加深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其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不断彰显。